好香啊，这个吧。炒了一个糯米粉，开饭，好下饭。
猪蹄。今天炒了一个木耳丝，这个猪蹄这样做太过瘾了，太好吃了。来个麻辣梅豆腐，独立包装的。嗯，这虎皮鸡腿被我炖的直接脱骨了，
薯酸辣粉，哇，这个粉晶莹剔透的，它是纯正的红薯粉做的。哇，太过瘾了，香辣脆。我特别喜欢它里面配的这个花生米，麻辣麻辣的，很脆。酸辣开胃，这个味太爽了。晚上嘴馋了，来上一桶，真的超过瘾。